他可是诸葛武侯家这一辈里最优秀的成年人，也是这次一人演武大会的夺冠热门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你夺冠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到龙虎山一定要低调。听说过你的人，想要针对你的人不在少数，要注意时刻隐藏自己。我现在已经这么红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？听懂了，低调，低调。 诸葛青，耀眼级、眉眼级、药实力、没实力，这种人还能活？没天理啊！对吧，四哥？我跟你说啊，青哥跟我是一种人，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诸葛青也是来参加这次一人演武大会的。他一个 idol， 他来参加一人演武大会代言了，他还真刚接个栏目组的代言，你别小瞧他，他可是诸葛武侯家这一辈里最优秀的成年人，也是这次一人演武大会的夺冠热门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你夺冠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 什么破比赛，连个助理都不让带呢？小白，这趟辛苦你。青哥，原来你这么红。那当然，你青哥我，要不是认识诸葛家的人，有艺人的任务，还有身份在，早就红出亚洲了。就是不知道这破比赛得打到什么时候，我有个戏下个月就开机了。青哥，这次肯定是高手如云啊。小白，你本来就是高手呀。真的。 你呀，就是太久没出门了，对自己的实力欠缺认知。我们把前辈都先放到一边，我们同龄人之中，也就只有一个张凌月，其他人不值得我们去关注。听说最近出了个张楚岚，是什么源流的继承人，说不定超厉害呀。气体源流也好，通天路也罢，这次我来的真正目的，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，能够比得上我们诸葛家的家传绝学。 糟了！怎么了？我忘带我的防晒霜了。防晒霜啊，小白，现在网上帮我买一个，防晒力度要非常强的。龙虎山能收快递吧？